我来好吃了哈。这个红色才好。水，待会儿用油炸的时候，我就可以是一定要有耐心，小火慢慢的熬，熬到黄色的时候呢，就一定要把火给关了，这个时候最容易糊掉。这丝，哎呀，这丝丝来了，来嘛，我给大妈给你准备了嘞。欢迎你这个丝丝，宝宝，你这个丝丝，嗯，看来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个呢就叫做拔丝红苕。哎，今天做的还算成功，朋友们，哎，给个评论。带上我的美食。爸爸，你尝一尝。哎呀，我手咋的？我快点点。那是内幕，偷了东西嘛，你把住看了。哎呀，我舌头。啊啊，小朋友要吃啊。干了小的呢。哟。你想吃啊？哟。哎，要不得要不得，我。太甜了，不怕火炉。那个丝丝落起多噻。哦，这个是这咋整呢？嘿，这个灭酒，你看完我的视频就干晓得了。那路人干，大家，大家，发干了，好什么嘛？可以，把石头把饿了，你想嘛？来来来，好好好，啊好吃，你这个试试，看哎呀，这个啥子？哎呀嘛，哎呀，让我摸摸了，我试试。